黑色石原见过吗？这里收纸币吗？啊，收啊收啊。我听说你这里黑色的石原，一张纸50-60万的，你帮我看一下。50-60万？那是大黑石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哟，你这是两张啊？对，两张。你这一张旧的，一张新的。这是新的，这个品相太旧了，这个有点还破损。你这个保存的好，这个。对，这个保存的好，这个保存的好一点。美女，你这两张都要出吗？对，都要出。你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保存的确实好，这张就不行了。像咱们这个大黑石是53年的老纸币，是面额最大的一张。但是你这两张啊，这两张我先跟您说，这两张。现在我们这一张的话，也就是在55-60万这样。但是你这两张，这个旧的话，如果像这种品相旧的话，这个就只能给你20多万。相差这么大的吗？对，这一张只能给你20多万这个。然后这个要时间久的很呀。久的很也不行，你这个是尾号。75，然后这是4的，这张4的品相好，品相好的话，但是您这两张也有这个水印啊，也有这个水印，看到没？啊，也有这个空心五角星五星水印，看到没有？国徽水印这里，但是你这个颜色看着没有这张深，这张好像是假的，这张品相旧的是假的。这张不会吧？这张品相旧的是假的。你这个吧，你这样，你拿回去，你这张拿回去，你瞅一瞅，行吧？这张我就受不了，这张是假的。这张呢，这张品相还好，这张品相4的，我给您开到56万吧。56万啊，56。那你这张也给我一起收了呗，我这张你那张是假的，我收不了。也找别人鉴定过了，他说这张也能值，你不给我那么多，你给我少一点嘛。少一点也不行，少一点那个是假的，我收不了，那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这张真的我收，我给你转账，这个56万啊，行吗？那行吧，行吧。你要不然你再拿回去问问也行，行吗？不用了，听说你这里卖的还可以，给的价钱还行。那行的话，反正你要是这张，我就给你56万。然后你那一张是假的，这张真的，你那张假的，那张太旧了，行吗？行，你这是4的，要不是你要是不是4的话，可能给你58万这个。行吧。行，这个我就给您收了，好吧？好，那你直接给我转账吧。那行。那您把那个账号给我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行，那一张假的你拿回去，你再问问也行，好吧？好。喂，你好，老板。你好。你这里收老纸币是吧？对啊，收啊。你看我这本子里加了一点以前的老票。老票是吧？还有我朋友送了我几张纪念币是吧？那应该是。那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你这个是，哟，这都是100币啊。这是家里收藏的老票，这个有年头了啊，有年头了。这个价值可是真高啊，这几张啊。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值多少钱？我就大致的给你这五张是吧？这五张我这样打眼一瞅，这个500万是没有问题了。500万？对，500万没有问题。500万没有问题。对，你这几张能值500万？对啊。哟，你没开玩笑啊？没有开玩笑啊！咱这哪能开玩笑？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啥？几张老纸币值500万？你吓我？没有吓你啊！哟，这几张是朋友送的纪念币啊！纪念币啊，这纪念币价值也不错呀，而且这号码都不赖，你这个，哟，都是888这个。先看这几张啊，先看这几张100币哈。这个是5000元的蒙古包。你说，真的假的值500万？真的，你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大致能值500万，但是我没给你细看啊。
500万，这个一张，这一张都值200多万了，这一张。啊，这单张都200啊？对，这张单张蒙古包就值200多万了，260万。这么值钱，这老对对，260万，这100米太少了，这个，是这是100米的六大珍珍品之一啊，260万这一张啊。260。嗯，对，260。哎呦。然后这是驴子与矿车，这枚值不了多少钱，这是50的小面额的话，也就给你一个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。啊，这10万块钱，好吧。那就270万了。270万啊。270，然后还远着呢。大致嘛，然后这是，哟，这是100元的啊，100元的，1949年发行的100元，这100给你15万啊，这个给你15万，好吧？15万啊，这个15万，然后这是红工厂，红色工厂这一枚，这个、给你22万啊。那这得300万了吧？你这不管长远啊。那让你高兴高兴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不高兴，你这是属于是吧？错的有点多是吧？红工厂，红工厂给你22万是吧？22万，这加起来才300出头。300出头啊、嗯，还有一个红轮船，红轮船也给你按这个20万嘛，给你按20万走。对啊，你20万，你大喘气了吧？你这350万都不到，350万不到，差不多啊，这就是正常。我又真值500万了，你这是正常价格就这样的，咱们最近成交价也就这样。然后你看你张这个啊，这一张反正300万能收。对，哟，这是08超啊，08超纪念照，这个龙头豹呀、啊，龙头狮，这一张都能给你，这一张能给你5万块钱，这一张多少钱？5万，这个能值5万？对，这一张能给你值五万，这。这么高，这不是最近的吗？对对对，这最近的它，你看吧，它这个号码好，龙头豹、龙头狮，是不是也是比较少的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啊、嗯，它这是只发行了100多万张，知道吧？100多万张，好吧？哦，这个是70超给你2万块钱，2万块钱啊，这2万块钱，08超贵啊，08超贵啊，知道吧？嗯，这是那个航天，是吧？哟，航天，你这荧光效果都不赖啊！航天的话，航天没有那么高，航天50元，尾号是尾老虎号是吧？尾哎，5个8，这张给你10000块钱，这一张。10000块钱？对，这一张给你10000。哎呦，哟，还有个龙超是4个6啊，5个6，这张龙超给你3万块钱。龙超给你3万，3万、嗯，对，这个给你3万。哎呦，这比这些老车还值钱呢。那你没有，那你那都是几万、几十万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加起来，也就400万，400万不到，400万不到，啊，400万不到，哎呦，就这么多吗？那我给你收了吧，我给你等会儿。能转账是吧？能转账，我给你列个单子，好吧？哦，那行，对，你给我列个单子，什么卖什么价，我。行，我出了。行，出了是吧？哎，对，那行，那我这也是百万富翁了，这都。百万富翁500万。嗯，好吧，那我收了啊。好。